正式啦。Carol， 郭朗庭，你俾我哋包围啊！放低武器出嚟投降啦！我要嘅车准备好未？我冇乜耐性吓，再迟嘅话你都要命收尸啦！连妹，你身为 CID， 点解咁唔小心噶？因为咧汤镇业系我情人嚟噶嘛，所以我冇防范到佢咯。系连妹，喂，剧本成日叫你正经啲。好彩今日咧，陈生嚟探班吓。咁样你咪更加投呢场戏嗰度。我非常之有啊，但我知道你两位冇啊嘛。点解啊？我就唔同啦，即系我咧就觉得呢个咧就。为工作啫，如果当系我自己真嘅时候咧，我谂我真系兴奋到讲嘢都口震，不而家冇，而家好好开心，感情啦系咪？唔系做戏啊嘛，唔可以代入到咁紧要啊嘛。